嘉义家扶中心开办课后辅导班已经第四档了，八月底就要结业。为了鼓励囡仔展现这一档学的物件，安排学生魔术表演，让因伫舞台顶展现出自信和成果。学童的表演是大方佮自然，馆长王章良佮含囡仔做伙来变魔术，让大家是笑嗨嗨。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放上去？你去。啊？抽起来。哦。那课业辅导对很多小朋友来讲很重要，因为很多小朋友啊，可能在学校上课啊，那没有办法进入状况。那对人去上课，那啊咧听啊咧的哈，那能够有一个客服，就是协助他，哎，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有哪些东西跟不上？那透过所谓的一对一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可以让这些小朋友啊能够进入到状况。当他去上课的时候，至少老师讲什么听得懂。那一方面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照顾体系啊，让这些小朋友彼此之间啊，大家互相鼓励，那可以在所谓的家扶的社工的引导之下，那可以让他们的人生跟个人的对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读书的这个向上的心啊，可以更强化。家扶中心主任沈明燕表示，有些儿童常常因为经济因素，家长是无用工课，啊无就是受限主要照顾者，教育程度低。所以普遍都有成绩较歹的情形，家扶中心办理课后辅导，会当用来协助囡仔有对一个所在对袂到来补强。来参加这个客服班，还有我们的成长团体哦。那事实上，这个两个活动都是为大家办的。那我想参加活动最重要的话，你可以多想想，多认识一些朋友。刚才说不能跟说这两个是兄弟，我说他们认识，他们认识都兄弟。但是其他的你们会认识其他更多的好的朋友。那有这样子的门槛，可以让你们展现你们一个成果哈。所以很希望就是说，今天虽然是结业，但是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开始。那你们要保持这样子好奇的心情哈，那去探索一样事情，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哈，那希望能够创造你们的魔幻的人生哈。他会每礼拜六办理课后作业班。创造出多元学习的机会，袂因为经济因素输伫起跑点，同时让因拓展眼界，认识来自嘉义县各地小朋友，作为学习成长。记者黄美嘉观察报道。